你这一次发了一本书叫《长假》，其实就是跟书名一样，就是这两三年没有这么密集在曝光的这段时间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状态，然后跟大家分享，还有三首新的音乐作品。所以大家还是很好奇，这三年都在做什么？是不是日子过得太爽？吃香喝辣是不是？没有啦，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过生活。那过生活它不全是爽的。当然爽的是一部分啊，那有开心有不开心，有去认识新朋友的，有去认识自己的一些过程，然后有去上课啊，然后有在发呆的啊。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做之前出道这段时间一直在密集工作的时候忽略的一些事情。嗯，所以里面有很多都是对自己的心情剖析，所以算是敏锐度很高。我觉得是比较打开了自己，可能打开心的同时，你也会打开眼睛、打开耳朵这一些，所以那个状态是比较敏感吧。我觉得你这样讲也是 OK 的，对。所以歌群说你是表里不一的人，那你有没有什么要私底下暴露他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其实我觉得不为人知啊，可能大家荧幕上比较熟悉的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帅帅的，然后很阿莎里啊那种，就是。大哥，但其实他就像我刚刚讲，他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就是他其实私底下讲话也不会大声啊，或者什么。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哎，张东阳是很温，主要温文儒雅。其实私底下他可能比我还更，你知道，对他就是这样的，他也是表里不一啦。嗯。所以你刚才说这三年啊，在认真的过生活，交了一些朋友，嗯，该不会要有偷偷谈恋爱啊，或者偷偷去结婚生子之类的？有很多艺人都会这样。结婚生子是一定没有的，对。恋爱是有的。可以看书有讲一些。哦，先小小透露一下，大家会赶快去买。没有，我有一篇就是讲一些感情的状态啊，然后自己期望的一些状态啊，包括自己对小孩、对拥有小孩这件事情的一些期许啊什么的，所以这些都可以旁的，就是看到我的一些感情状态这样。跟夏雨乔接拍的心情有吻戏，对不对？哦，吻到已经我们拍一拍的时候，来 break， 他是一个就是很大辣辣的一个女生，然后所以跟他拍吻戏非常没有压力。夺门而出的经验，可不可以说一下？对，就是一个那个课是叫什么即兴表演，就是可能大家轮流去，就同学们就围一个圈，然后大家轮流在中间做一件事情，然后下一个同学上来，你就要指派下一个同学做什么，然后老师唯一的指令就是要非常认真，就当作你真的在做一件事情，那就开始说，哎，洗车，你就要开始洗车，然后煮菜或干嘛，然后我就到我的时候有一个黑人 女同学，她就说 masturbate， 就是打手枪的意思。然后我就瞬间反应不过来，然后应该有忘记，因为我觉得那好像是有五分钟嘛，那可能就10秒而已。我就，然后大家都在等我，因为那个节奏就是不能停的，一个做一个做一个，就我就停了，然后我就夺门而出了，然后出去。熟悉这个动作吗？没有，我要夺门而出。就后来就出去，而出去那一下真的超后悔。我是这些年没有这么后悔过。为什么？就出来就觉得输给一个小女生这样，然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就觉得自己放不开。那现在有想法可表演那个？该不会你要教他表演？好啊，我要去。会，如果还有这种机会的话，来啊，谁怕谁？没有，因为你刚刚你休三年的假啊，休得很开心嘛。可是同时回来要付出一点代价，你要说三年过去你要加倍的，尤其在年轻人加倍奉还嘛，就是要加倍的努力回来。嗯、那你有感受到这一点，还是觉得还好？我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本来就没有这么就是去，当然我说你当艺人，你说你不 care 这些是不太可能，但是其实我就不太像。这一块其实我真的不太像艺人，以前就不太去在意，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到你控制，你再在意它还是会有它的一些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所以其实我不太想这么多，包括现在回来更不会去想这些，就想说状态是好的，自己开心的，那做自己开心的事情那 OK， 就希望可以
其实我休息就是觉得希望可以自己让自己再走久一点，因为其实那时候觉得如果自己不休息，我感觉可能我会走不下去，或可能再做一阵子我真的就会没办法了，所以我才会毅然决然说我必须要休息。但是其实我休息就是想要再回来，可以再走更久一点。嗯，那如果这本书卖得好，会有下一个吗？比如写爱情啊？我觉得不太容易了，因为其实这本书已经是呕心沥血，对我来说已经是。它当然是主要是这两三年，但是其实很多是这十年的一些心情。那如果要再有下一本，我觉得可能说不好，真的要个十年。所以我不会去，但是我希望音乐作品是可以朝这个方向，然后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数这样。嗯。大家等了很久才终于听到你这个 EP， 现在可不可以唱个一两句？唱个一两句啊？好啊，就是最近大家听到有一首歌叫《人生没有如果》，然后。这个、歌比较难唱，因为这次的歌它不是那种，比如说，好，这是主歌，这是副歌那种的，它就是，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重新让你选过，你会选什么？只能放手一搏，就这样，但是是非常好听的歌哦。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